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老婆，老婆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这个鸡专门买过来补一下，我老婆和小宝的啊。老婆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你怎么扫到这里来了？我从上面就看到你在这里干活，然后我就下来了。小宝，小宝，啊，小宝睡得好可爱哦。不是，你还带个鸡干什么呢？我这鸡是专门买过来做给你们两个吃的，做饭给你们两个吃的。哦，你都割了那么大一块地了。那你鸡根本不用买啊，那阿斌，昨天我家人们只是跟你开玩笑说一下的，你今天还当真了，还真的带了个鸡过来了。那这个你是这个是我的诚意的吗？你干活累了吧？你看你都干了那么大一块地了，要不要帮忙？我帮你干呗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阿斌，我自己可以做的。你赶紧带着你的鸡走吧，不要在这里打扰我干活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也不要顾忌了。你看你都干了那么久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做饭吃嘛，行不行？几个小伙，我活还没干完呢，你不要打扰我，赶紧带着你的鸡走了。我和你一样，老婆，老婆，干嘛？你今天下手吗？就是这一朵花一样，很漂亮。来，要不要我给你带上？赶紧走了，不要打扰我，不要打扰我干活。你看你带起来真的好好看哦，你看。要不咱们回去了嘛，好不好？你也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就专门买寄过来了，专门做饭给你们两个吃。要不咱们回去了嘛？你看外面风也挺大的，然后今天天气也不怎么好，你看小宝也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就回去了嘛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好了嘛，咱们回去了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拿着。你看小宝都睡觉了，你看。不是，我自己拿。好了，咱们做完饭，然后我帮你干嘛，行不行？好了，你干活了，我现在可以回去啊。你看外面风那么大，咱们就回去了嘛，好不好？小宝，我干得好，那你小宝怎么就睡着了呢？怎么？咱们回去了吗？哎，这个土豆是叔叔家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都是叔叔家呀、啊，或者我怎么可能就这么做嘛？哦，然后这个玉米呢？玉米是叔叔家的啊，那。真的，这鸡苦了你了，真的，干那么多活，到家喽。是，哎，你们现在我大爷的跟我钱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是门口蹲了半天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们都注意回来了，是不是？给钱呢？不是，说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说，他是你老公，你说你老公说好了吗？说好了给钱，现在给钱。怎么给钱了啊？不是大哥，你听我说嘛，兄弟，会给的，会给的。我们已经说好了，你怎么会给的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听我说嘛。门口兜了半天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听我说嘛，你说。他第一，他不是我老公，然后他也不可能来帮我还这个钱的，我也不会让他帮我还这个钱。然后我现在只有1000块钱，我能不能把这个1000？不行，他说，现在他都收了2天，已经5天了。以前5天，我这都门口蹲了半天了，知道吧？你这怎么这跟1000块钱呢？啊！我现在只有1000块钱，不行！我那不是老公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说，钱会给的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找他要嘛，你就5000块钱，对不对？对，5000块钱，对。让我跟你们好不好？就是我。今天就只带了这么多，就3000块钱，还有2000块钱呢。那2000块钱的话，我过几天给你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么多钱，过几天几天说好，就这2天，好不好？后天嘛，我还得找你。好的。你说你不要找你老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以后就不要找我。你两千块钱不给的话，我还是找你老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你就不要找我老婆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以后就找我，那2000块钱我来还，行不行？来，这3000块钱你先拿着嘛，好不好？行。2000块钱，过几天嘛，但是你不要找我老婆麻烦了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我数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够了，我走了。2天，就2天啊，好吧？但是你给我还得找你老婆。好的，OK。
我没叫你帮我给呀、啊。没事。我都说了，我自己想办法的。没事，这个是我作为老人该做的事情嘛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回去下棋了嘛。你看，鸡都差点跑，差点让你跑了。你个小样的，记得吃鸡肉啊。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症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，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。